青，借我一根长发。我已剪断我的发，剪断了牵挂，剪一地不被爱的分享。长长短短，短短长长，一寸一寸在挣扎。这样换不了牌哎，没有关系，因为里面也没有东西。点歌王之前奏猜歌和竹编 PK 听前奏抢答，讲出歌名并唱出一段旋律才算过关。挑战失败的录一段限动送给施新闻。原来情这么伤，这样峰回路转，泪水明明流不干，下了眼还要再爱一趟。找到歌了，好棒！ Jury， 如果你知道，没关系，你唱，你唱。如果你知道，想你的夜漫漫。哦，坚持到底，阿杜。对，没错，没错。对呀，我唱过。四个字。坚持到底吗？你比较狠，你唱。坚持到底，哇，唱得过吗？有请专业示范。副歌第一句献给我，副歌第一句怎么唱？是你让我看，啊，这是你让我看透爱情的女人，四个字，坚持到底我。有啊，有唱到吗？对不对？没有你。我的生活会是怎么样子？这首歌像首爱不得了，遇见。我听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？我遇的人，他在某远的未来。我听见来自地铁和人海。我排着队，拿着爱的号码牌。明知你不再回来，我早已明白。欸，你帮我对嘴一遍，好厉害！剧团对穿肠，是我的歌吗？是，不是我的歌。我手爱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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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叫什么名字啊？叫爱我。说爱我，难道你不再爱我？我的泪滴下来，你从来不曾看过。没有人告诉我，是个日，是个人啊，不要回来。我已经自是你吗？你已经自由了，一起来。我也已经自由了。你是熟人呢？是熟人吗？是我更尴尬嘞。刚才题目出现过。我刘德华，冰雨，冰雨，冰雨，你不用那么低了。冷冷的冰雨，哒哒哒哒，内伤的声音，哒哒哒哒哒哒。好听好听，他想赶快结束。抱歉了，德华。哎，来，梁咏琪中意他。好，那你要唱一下。你唱一下。啦啦滴啦，中意他，中意他，哒哒哒哒。啦啦滴啦，中意他，中意他。他的护照换上一个家，为他生一个当娃娃。
心动，对，心动，对，心动。我去让它过去，来不及从头喜欢你。白云缠绕着蓝天，哦，不能不能够永远住在一起，也至少给我们怀念的勇气，拥抱的权利。好想你明白我心动的痕迹。林小培的心动，追追追！丢丢丢丢你的心，丢丢你的人，丢丢你的目光里。啊，黄黄黄黄的机器人，吹不得的的凉啊！硬起来，每个安尼都下对我讲话。丢丢丢。很难发音啊，那台音。这没有什么好，这没有什么好赢的，这都是我的。时间遇上我们演唱会呢，在2024年的4月13号呢，就会在台北小巨蛋举行了。所以刚刚听过我唱的那些歌，我都会在我自己的歌，我都会在那演唱会里面跟你们一起去分享的。我短发是97年的歌，所以到现在其实我的歌是陪着我长大，也陪着大家长大，所以希望大家一起来跟我大合唱。2023五百趴反转日常，只敢共唱 ，Let's turn over。12月1号到3号，台北101水务广场 ，Let's turn over。